张怎可是你我分开？可否改写得像你我当初还相爱？我是足疗，跟你一起读法律的，比你高两届，不认得我了？我认得，你叫 Elsa 吗？放在心，放在心，放个接待处，我帮你拿进来。男朋友？不是，我要男朋友。晚上有没有时间一起吃饭？遇到任何困难，丙方务必尽力帮忙，此承诺为一生一世。我刚才发了他 email 给你，你快点去办。我一定回家的。我本来今天有两个东西要送你，不过现在这样，我的怕，我的开心，我要专心开车，回到家里再打给你。我那天发了封电邮给他，但是他没看过。以前我什么都敢说，可现在……那我把你当成是医生，我每天都会写一个病历表当功课交给你的。只要你不开心，我的时间全都可以借给你。我不要你借任何的时间给我。我知道他现在很不开心，但是叫我不用管他。